现在请默哀。 默哀毕。 受勋，钟南山，我国呼吸提出的防控策略和防治措施挽救了无数生命，也疫情防控中做出巨大贡献。 在过去的8个多月时间里，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，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，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。 付出巨大努力，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，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。